透早了一场大雨，所以让雨秀兄弟幼稚园去买饮水的，连小朋友都已经惯习上下课都爱穿拖鞋，因为地板湿的，不然袜子会湿掉。如果把袜子尿湿了，等一下又要跟老师讲。顶个月立委甲中央官员才会勘，但是解决方案若无进度，政府阁要求公所爱建设电梯甲无障碍设施，才会当申请建造甲使用执照。但对财政困难的公所来讲，根本是刁难。何秀乡长苏国良已经挡袂牢了，啊，要来修理这个厝顶，啊，来要求讲阮要有这个使用执照，啊，但是要使用执照的，就必须要。这二楼啊，讲得爱去做一个电梯啦，哦，啊，爱做无障碍设施啊。我敢若修理厝顶，我都无钱哦啊。啊，恁若是要出钱，当然安尼是上好啊。啊，恁讲啊无要出钱，啊要要求我做电梯，啊，咱坦白讲啊，这电梯实在是用袂着啦。一讲到来，老师阁爱注意饮水情形，必要时阵阁爱来扫水，避免小朋友骨折。欸，差不多4至5次，一天要清4到5次。对啊，一整天啊。这幼儿园吼，从去年风台到今嘛吼，啊，拢一直迄厝顶都无法度人处理。啊，若落雨天时阵吼，外口落大雨，内底嘛是落大雨啦。啊，若小朋友若要食饭的吼，都按一条水过。尤其是若冬天的时阵吼，迄小朋友迄袜仔拢湿面，鞋仔湿面。对此，管护教育处也做出回应。那教育部已经在昨天采光照已经有核定500万下来啊。但是它在整个一个无障碍的电梯跟无障碍厕所哈，这个杂项工程这个部分呢，教育部认为它是非属幼儿园的一个必要设施呢，它就在382万这个部分它就没有补助了哈。至于这个经费不足的部分啊，我们在这跟公所啊，怎么样去跟建筑师怎么样去做一个讨论啊？对小朋友来讲，幼稚园应该是上安全的场所，现在说已经威胁到因的安全，那是唔处理。有一天发生意外，这个责任到底是谁要来担？记者郭雄平采访报道。